霍奇进行淋巴瘤和非霍奇淋巴瘤，它的临床表现基本上一致的，绝大部分的是淋巴结肿大，80%-90%以上的患者是以淋巴结肿大去就诊，不管是腋下的，还是锁骨上的，还是腹股沟的，摸着肿块了，这是一个症状。第二个症状就是说全身症状发热呀、消瘦啊，还有一些盗汗呀、腹痛啊，这都是可以常共同的表现，表现基本上都一样。如果要是说明确诊断，是必须依靠。